到金门城隍庙参香，侯友宜向民众亲切问候，一旁前县长杨振吾、原本挺过的在地立委陈玉珍也归队，全程陪同。你有陈玉珍，我有洪昀典，国民党籍金门县议长洪昀典跟紧紧郭台铭，不怕成为徐耀昌 2.0。 洪昀典看着大海说出心里话，希望他当选总统。是，如果国民党真的要对你进行党纪处分怎么办？你会跟退党吗？国民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他现在已经四分五裂了。郭侯各自组队，在仅仅150平方公里大的金门各走各的。前一天情人节也只隔着车窗萍水相逢，但不是说好要喝咖啡吗？这两天我们两个行程都满满的，若在这样一个状况底下去见郭董，第一个时间上有限，礼貌上也不足，我会再找一个时间去当面来跟郭董事长来请益，跟侯市长主动联系市长。在庙里面不能黄打旺。侯友宜曾经三顾茅庐，都在郭台铭家门口罚站吃闭门羹，更别说同在金门36小时，却像在平行宇宙，喝不了咖啡，对金门也有不同的 DNA。台湾人民绝对不会主动的挑起战争，但也绝对不会怯战，让两岸的和平从金门开始。两人从政策站到两岸主张，咖啡还没喝到，郭台铭就搭着他的专机弯流回台了。侯友宜的心跟人都没带走，更没有山盟海誓。不要跟制造业，一个制造业让什么海誓山盟呢？近新闻综合报道。